今天做了一个芒果慕斯蛋糕。2012瓜蛋加心，装好煎蛋，用擀面杖敲成碎，放碗中备用。黄油用隔水加热的方法变成液体，和饼干屑混合，搅拌均匀，再倒入六寸的蛋糕模具，用勺子压平冰石，放冰箱冷藏备用。接下来，芒果切成冰，分成两份，打磨好它的一部分和老酸奶加在一起榨汁备用。接着准备15克吉利冰片，用冷水泡发，大概泡5分钟，泡软捞出沥干水分。锅里倒入100毫升纯牛奶，加至温热关火，放吉利冰片，搅拌融化，再倒入芒果酸奶糊糊，充分搅匀，倒入蛋糕模具，用另一份芒果做点缀，冷藏4个小时。脱模的时候，下面放一个杯子就可以轻松脱模了。切成大小均匀的块，好吃的芒果慕斯就做好了。我先吃了啊。